出血的症状，奇怪，身上也没有外伤，呼吸平稳，没有异常，心跳也正常，现在醒了。幸好你醒了，差点我就要掏出压箱底的本领了。初级巡卫必备急救技能第一课，心肺复苏。但现实世界这可能还是第一次。是霞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刚醒来，我这噼里啪啦的一堆话。你还好吗？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我的名字是赤霞，他是杨洋。这里是云岭谷，黄龙属下荆州城的边地野外。我看你的装束不像是黄龙本地人，是漂泊在外的旅者，或是归客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也不记得自己是哪里人，什么身份吗？白芷可没说醒了之后会有这种后果。风带来危险的讯息，天空海正在聚拢，看来快要生成新的无垠区了。啊，意思是这里不久后很大可能会有危险。果然，受到天空海的影响，湖洛也失去信号了，收发不了讯息，联络不到任何人。得尽快跟白芷在约定的地方会合。看来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有问题我们边走边说，让我和泱泱一件件原原本本事无巨细地告诉你。漂泊者，在记起原本的名字之前可以这么称呼你吗？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如果漂泊者暂时没有其他打算的话，或许可以先和我们同行。太好了，一起走吧。刚刚提到的天空海是一种特殊的异象天气，天空会像倒映的海面一般，而往往天空海的聚拢形成都是地面无垠区形成的预兆，而无垠区则是残像孕育汇集的地方。在野外往往越接近无垠区越危险，但无垠区的形成又几乎没有规律。虽然漂泊者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但有件事我可以九成不十成确定，你是一位共鸣者。漂泊者的手背有伤痕，身上也携带着葫芦，虽然看上去样式有些不同，但这两……别看现在谷内安静祥和的样子，指不定打哪就蹦出来一危险的残像来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说来就来哦！倒是还记得，下次我必定一马当先。怎么了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是刚才的战斗？
记忆里出现了碎主的影像。就是这座龙形雕像的真身，荆州的碎主。黄龙共有一庭六州，各有一位碎主，身形样貌有相似相近，也有不同。荆州的碎主名为绝，龙形，就是这座雕像所呈现的模样。黄龙的碎主以龙形居多，而黄龙外各有不同，有的甚至难以描述。存在文明与历史的疆域地界，就会存在碎主，而黄龙较为特别。黄龙历史渊远，文明厚重，地大物博，以致黄龙是现今世上碎主同生共存最多的地方。根据记载，黄龙碎主本为一体，合则归一，分而治之。其他地界自然也存在相对应的碎主，只是数量大多远不及黄龙。与真实的碎主对面而立，碎主真身一般是难以见到的，几乎只有在兽刃大典上才能一睹真容。且按漂泊者描述这么近的距离，除非是碎主的共鸣者，但现今荆州碎主的共鸣者正是荆州令尹。级别的残像了吧？世侠那边好像遇到了危险，漂泊者。第一次配合倒是还挺默契的，我都来不及出手。啊，前面就是信标点了，看到信标记得登记激活一下，信标有一定防护的作用。在信标方圆五米内应该是比较安全的。漂泊者，可以把你的终端给我一下吗？前面就快到谷口了，地势会有一些高度落差。出了谷口，再走一段路就是荆州城了。城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了，中枢信标辐射全城，还有防护罩，天宫的防御工事可不是盖的。嘿嘿，不错吧？荆州面靠荒石高地与北洛野，是座关城，也是要塞，被称为黄龙的咽喉之地。嗯，跟白芷约好了在这附近会合的，人呢？天空还在这里汇聚了。火焰区，什么时候形成的？来的时候还没有的。刚才我并没有感应到任何无垠区的气息。难道是在刚刚一瞬间生成的？就这么会功夫？还是这天空还会追踪啊，跟着我们跑？无垠区中央。不是白纸吗？
芷，白芷，距离太远了，声音传不过去。我们约定在这附近会合，他说是去采样，结果一个人采到无音区正中心去了吗？按白芷的个性来说，不会做不加考虑、纯粹冒险的事。刚形成的无音区会有一段时间的蛰伏期，无音区形成的时间越短，蛰伏期则越长。现在这个无音区在短时间内应该是安全的。伞翼的滑翔距离无法超过无音区的范围，白芷还在无音区里面，只能先下去看看情况了。是时候使用终端里的伞翼功能了，漂泊者，我来帮你开启吧。这是个蛰伏期的无音区吧？你怎么一个人跑无音区中央来？白芷，我跟你说，我们……看来无碍。他能跑能跳的，刚几招刷刷刷就解决了至少巨浪级别的残像，比我还精神。我一直有在用流系感应关注。不是的，白芷只是在担心你的身体状况，觉得我们不应该带着你无节制随意行动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
去。急死我了，那破屏障看得见摸不着穿不透锤不破打不烂的。我也没事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残像，但漂泊者却能将它完全击溃。我没做什么，是漂泊者厉害，但云灵谷并非如此危险的区域啊。别说这些了，快来看快来看。啊，这是遗留的残响。哇，这种级别的残响，这什么运气啊。啊，抱歉，我们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漂泊者对残响和深海也没有印象是吗？世界万物由频率构成，而发生必有回响。残像被击溃后的余留回响，我们一般称其为残响，通过盘古终端的数据物可以将其回收。盘古终端就是每个共鸣者带在身上的葫芦啦。黄龙科技必属精品，不过残响是几率产生的，产生概率也会受到数据物等级的影响。数据物等级越高，残响被完整遗留的概率也越大，完整遗留的残响才能够被转化为深海，并成为可以利用的战斗力量。终端在之前感受到残响的时候发出了危险警报，残响等级至少是怒涛级以上，或许漂泊者可以查看一下数据物等级。哎呀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漂泊者用终端吸收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吸收不了吗？哎，没事没事，饭要一口口吃，等级要一步步升。我们可以先抓小鬼，再吞大象嘛。我记着这附近有阿滋滋，那也很可爱的。我们待会儿陪你先整一个，怎么样？哼。云灵谷的异常情况，需要向边庭和院内通报。先离开这里吧。漂泊者，你难道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？完全没见识过这种共鸣能力啊！漂泊者，你还有什么本领没使出来的？生吞残像，探考深海？不是共鸣能力吗？漂泊者，感觉还好吗？有难受的地方吗？会不会是残像的影响残留？白芷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是否可以让漂泊者在华胥研究院共鸣医疗科检查一下？白芷，肉身吸收深海，并非完全没有先例。
肉身吸收深海。我记得在《济世通鉴》中黄龙篇章开篇中有提到，司天人降世，乾坤执掌，纳骸于身，一气凝化，盘古生烟，覆天掩地，经纬相应，四方照临，而黄龙实始，汀州出分。抛开真假不讲，这得多久远以前的事啊？远到太古了，那时候荆州都还没建州吧？难不成漂泊者是我们的祖奶奶不成？在没有获得更多的数据及进行分析研究之前，不能妄下论断。漂泊者，信号恢复了，这是来自边庭的荆州全域影像留言。诸位身处荆州的将士与人民，此事叨扰，我是荆州现任令尹荆溪。时值追月节临近之际，荆州亦迎来四方之客，此番佳节盛况将至，众望所待，群情欢洽，我亦如是。荆州从古至今，作为黄龙抵御残象朝的前线关隘，险峻之地，自立州便肩负着不可后退、不能失败的战争重担。是各位恪尽职守、驻守边防的荆州将士，各位敬业乐群、积极热情的人民的守护，才有如此安宁昌盛的荆州，以如此熠熠的面貌呈现于世。我们从来以无畏的意志面对战争潮涌，以包容热诚的态度面对四方往来，今日如此，长此依旧。因此我有一事想拜托各位，在到来的客人中，有一位对我、对荆州乃至黄龙都很重要的客人，我们已等候许久。这位客人，在您苏醒之后，您一定感到十分迷茫，您应当已察觉到一些与您有关的异象奇事。如若您现在是于荆州境内停住，愿意留待些许时刻，是否可以请您于荆州城内边庭一见？我虽无法保证能完全解答您的疑惑，但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协助伊尔，或提供一些便于行事的权限。这并不是限制，仅仅是请求。您有任何行动的选择自由，所以我在此亦请荆州各位人民将士，若有机缘，也烦请为来客行个方便，有所照拂。我怎么感觉令尹口中所指的人是漂泊者？这就是这就是漂泊者的实力吗？这就是首席的实力，是经典的英雄戏剧目的名台词之一，至今没有完结，已经连演四年多了吧。首席指挥官和其小队的故事真是牵动心肠啊。漂泊者是对这个英雄戏剧目有印象吗？不过现在重点不是这个吧。漂泊者现在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记得在古中，漂泊者在看见荆州岁主雕像的时候，提到一段与岁主对视的记忆影像，虽无法确认是否是真实的记忆，
但若真如令尹的通讯所言，漂泊者的来历、记忆或许与荆州密切相关，但不论漂泊者是不是令尹口中那位重要的客人，你都是荆州重要的来客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毕竟过命的交情了，我可没在那么短的时间遇见那么多残像过，最后还来了个大的。虽然大多都是漂泊者打垮的，不管如何，到荆州城我一定要请你吃攀花饭馆的拿手好菜。你的身体状况最好到荆州城后做一次整体的排烟检查，虽然吸收深海后没有什么明显的异状，但并不能排除有其他潜藏的危险影响。现在数据样本表现体征情况收集太少，刚好这一路收获给漂泊者整个能吸收的。赤霞我说到做到，这就开始地毯式搜捕。哎，那里有个阿滋滋，和风沉影。无法复现吗？难道只有厉害的残像漂泊者才能肉身吸收吗？或者需要是特定种类？还是要不然用终端试试？大成功！虽然看不出漂泊者。终端虽然样式不同，但和我们的终端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嘛。希望这边有用。哼，是忠实。前面了，啊，漂泊者。就是荆州的中枢信标了。我想想怎么说啊，
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荆州最大的服务器集成中心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也不是特别懂，总之就是一个大型的导航装置。之前路上碰见的应该都是小型信标，信标和信标之间的数据是互通的，集合一下地图信息就都同步到你的终端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把终端放上去就可以了。抱歉让您久候，初次见面，我是令尹禁卫散花。令尹现今不在边庭之内，但令尹离去之前已经提前为您准备了见面礼以及希望交予您的信物。令尹让我转告您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您也可以去见信物所指向的事物，能够提前得到您想要知道的信息。以三日为期，令尹定当与您正式会面。三日已是支撑的极限，这是令尹自己定下的时间。在您到来后的三天内，无论通过何种方式，您的好意我必将转达给令尹，却有需要您相助之事，恕我现在无法告知，但恕我现在无法做出更为详细的回答，只因无法预知，也无法料定您的来时去处。令尹托我转告的是，信物并不是想要为难您的谜题，而是凭证和信号。信物流的仓促，您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。令尹身不在此处，但您很特别。如果您询问的是我如何在众多来客之中选择您，我的眼睛可以看见生物本身的频率，或者说我只能看见频率，您与令尹大人的频率是一样的。是没有被扭曲的，真实的您是您存在于世间本来的样貌。各有不同。华胥研究员，白纸。让我看看吧，由相遇推导出的必然性。
但愿我们能更接近答案。真理的通途，不要犹豫，召集。法相有形，光之计，风化凉了。小道长，你还好吗？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，这里和城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今天来过一批物资，我已经清点过了。可是审批还得让城里人加急办，实在不行让他们直接联系我。动作快，动作快，这些物资怎么还没搬完？怎么还有人来？你们也是来支援的吗？等等，你们不是夜归军吧？我是夜归军下踏白成员泱泱。不好意思，稍等，小心，这箱子里都是药物。踏白啊，是支援人员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通讯要接。是我，怎么了？有共鸣者超频了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现在伤员已经在往下运输了啊，你们只需要保证他们下来之后的安全。谢谢了。原来军队里这么忙碌。后方是这样的，物资、医疗、维修。原来
吓了我一跳。刚才突然呆呆的愣在原地，怎么跟你说话都没反应？是这里。之前我在树叶上感知到一些若有似无的不祥气息，因为太过微弱，所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。但现在，这种充斥空中、痛苦、憎恨的情绪，甚至不需要我去特意感知。漂泊者，这里一定发生过一些很糟糕的事情。小心，这里是无人区，我们先把残像清理干净吧。速战速决，停止画像有形，加速了，速战速决，不要犹豫，曙光之际，回春，好，以我为刃，停止，小心。奇怪，救哥哥，似乎只会重复这几句话。残像会进行攻击的本质是，这只残像应该是吞噬了某些人类的频率，将他人残存的意识化为重复不断的抑郁。
如果你需要我再自我介绍一遍，是的，我是伤痕，那个残忍变态的疯子。难得的会面，不应该有强干扰项，不是吗？那个女孩会影响你的判断。看来你很在意那个女孩。哼，放心吧，我暂时还没有让你仇视我的打算，所以她现在很安全。那么来说说吧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已经注意到这么多了吗？那这些线索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过什么？很经典的故事，无辜的羔羊，凶恶的狼群。但是你真的相信真实世界里的故事也是这样的吗？让我为你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吧。这个村子的故事远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，故事围绕着谁来展开？一名无辜的少女，一位德高望重的村长。那么，最重要的情节是什么？愚昧的崇拜，摇摆的善意，众人皆知的谎言，肆意欲夺的生命。漂泊者，接下来，书写的笔就要交给你了。我很期待在你深入了解这个村庄之后，你口中的故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无穷无尽，身处混沌，趁现在想想清楚吧，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好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头摇摇，眼眨眨，变出一群洋娃娃。洋娃娃真可爱，有黑有红又有花。倒在你脚下的是勇于走向清醒的先行者呀，和他们一样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笃定地前进吧，我将为你在前方准备更热烈的欢迎。别着急，要是不小心掉了下去，你会粉身碎骨哦。激化能量，我们全没。还是那么酷。干脆利落，毫不留情。你瞧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，别急着否认。既然来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想成为创造规则的牧羊人，还是成为打破规则的黑羊？如果一个清醒的人在疯子之中独活，你该称其为清醒者，还是唯一的异端疯子？想想看吧，牧羊人并不是既定真理的化身，只要他彻底消失，黑羊获得信任，世上就不会再有加害者与受害者这样的分类。弥合。弥合，是诛仙。
阵。他还真是难缠呢。漂泊者，漂泊者。我打破了他的幻境，他应该也受伤了。我该谢谢你的手下留情。漂泊者远去。来之前不是说好的把时间留给我和漂泊者吗？希望你没有忘记这个条件的前提，不要即兴发挥，给别人带来困扰。别这么急着出来维护你那脆弱的完美乐章，我有分寸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需要你来提醒我。漂泊者，看来这次的约会只能到此为止了，不过希望你记得我提醒你的。我想知道你最终会选择从天而降的馈赠，还是开诚布公的交易，或是一掷千金的豪赌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做出决断，很快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他们要跑了，要追吗？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他们没有答案，无需担心。和您推断的一样，伤痕并没有伤害到他们。嗯，依照您的意思，我没有出手。您那边还好吗？请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令尹大人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是得亲自来感受下现场氛围才好。你看看，多热闹！全仰仗文书组织了。哈，哪里的话，全是因为夜归在前线的日夜坚守，今年这京都会才能办起来。你也别总紧绷着神经，偶尔也得给自己放个假，张弛有度嘛。不如也选个项目参加。文书，您就不用劝我了。感受青春嘛，要是我还像你们一样年轻，我也去参加了。嗯，漂泊者，你也来了。嚯，这位就是漂泊者吧？初次见面，我是京都会负责人，叫我文书就行。嗨，惭愧惭愧，要不是之前纪言提醒，我差点漏了给客人们的邀请函。京都会已有多年未办，今年重启，文书想必诸事繁忙，我只是协助一二罢了。漂泊者，今日难得闲暇，好好放松一下吧。